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请跑地方，在今天他深入了绿营执政县市高雄跟屏东，除了到庙宇参拜、农会乡亲座谈，也特地向民扬大火的四名殉职永消念乡致意，承诺让消防员获得足够保障。献花。深深一鞠躬，侯友宜三号上午来到屏东的礼仪馆，向9月22号民扬工厂大火四位罹难消防员致上最高敬意。一倾听家属心声，侯友宜也提出自己见解，救灾时要有策略，更要采用现代的科技设备，让第一线消防员可以获得足够的保障。同时，相关的退辅制度必须符合公平性，要让打火兄弟不能有后顾之忧。给家属深深的拥抱，希望能舒缓家属难受的情绪。侯友宜一连两天深入高屏艰困选区，在屏东九如农会举办座谈，保证会照顾农民。安身立命，不少民众跟侯友宜现场玩起自拍，在南部的哥哥医师侯明峰也全程陪同。看国人疫情做什么代志，咱就是讲国人出面做诶，得着咱个支持，但看侯友宜做市场经理，一波一派，中华民国唔捌有一个对基层的公务员做甲要变成功，这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。直奔深绿选区，除了固装，更要拔装，就盼见面三分情，让民众看到他的努力。记者高雄屏东综合报道。